买醉了吧，后悔了吧，哥姐姐，我就让你再等等，再等等。你们平时不听，开个玉米面条啊，谁是909买到5包啊？那您可能是买贵了。咱看一下后台没发货的话，咱赶紧退了吧。您看一下老弟这个链接都给你卷到什么价格了？厂家呢是909啊，给咱发5包。另外呢，老弟为了回馈新老粉丝对老弟的支持，咱直接挂一张2块钱的优惠券啊。咱哥姐姐点开下方链接，领券去下单，直接是709给咱包邮5包玉米面条。咱家这个玉米面条呢，它是东北绥化生产，东北绥化发货啊，厂家直邮的一款面条，味道呢是嘎嘎纯正啊，就连价格也是相当划算。它每包呢都是这样真空独立的小包装啊，咱吃一包拆一包特别方便，并且呢它这个配料表啊是相当干净，只有2项啊，玉米粉还有水啊，没有任何其他杂七杂八的添加。像咱平常呢做个炒面了，做个热汤面了，做个凉面了，做个小麻辣烫了，怎么搭配呢都是嘎好吃。像咱家里的老人呢，这高那高的啊，咱都可以去试款玉米面条，因为咱家这款面条呢配料表啊干干净净，不含乱码清刀的成分。它的口感呢就 QQ 弹弹，软软糯糯啊，爽滑又很筋道的一口感，嘎嘎好吃。4斤的玉米呢才能打磨出1斤的玉米面条，咱家这个玉米面条呢是真正做到了粗粮细做。玉米面条呢还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啊，咱多吃点粗粮对咱们啊都是特别有好处的。关键呢今天价格啊也是便宜到姥姥家了，909不要，8.8不花啊，直接给咱卷到了709，给咱发5包玉米面条啊。厂家控价之后呢，老弟的优惠券随时关闭，趁着这活动咱赶紧去楼单，点开下方链接看一下老弟的券还有没有。如果是709啊，给咱发5波的话，咱赶紧去安排。